拖家带口度假去，主要咱们在这儿就是来享受，带着前夫出门真好啊。欢迎欢迎，有种回家的感觉啊，闺女儿女满堂的感觉。我给你报上今晚上那菜名，蒸羊羔蒸鹿皮。我在想我不想走。你真的不走？假的不走？不走了。干重活不可能，没啥活了，都第四季了。麒麟，是时候了。红霹雳，这腰真不行，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俊爷加油，耀哥加油。